这里是哪里呀？头好晕。衣服皱成这样，原来昨天晚上真的不是梦。啊，回来了。昨天晚上愉快吗？别装了，昨晚都是我们设计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可是你的妹妹。你要造反吗？如果不是顾念姐妹情分，你以为你还能好好待在家里？我要告诉爸爸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不怕爸爸受到刺激，你就去说吧。是啊，爸爸的心脏经不住刺激的。老婆，安岑跑了。太好了，原来我昨天跑掉了。什么？安岑，你昨天跑哪儿去了？给我说清楚。哼，真可惜，让你们失望了。请安岑小姐跟我走一趟。啊，你们是谁呀？我不认识你们，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安小姐去了，自然就知道。安岑，你这个害人精，还不赶紧滚！她不是我们家人，做什么事跟我们没关系。走吧。这儿再也不是我的家了。安岑得罪人了，永远不回来最好。带我去哪儿？民政局。什么？少爷说要对您负责，现在去民政局登记结婚。啊，是他？我要见他，现在就见。少爷很忙。我才是昨晚的受害者，我不会和他结婚。必须结婚，没有人可以违背少爷的意思。你好女不吃眼前亏，又在他的车上。他在哪儿？登记都不露面，好大牌的少爷。少爷很忙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，您现在可以回去休息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少夫人可以叫我于贤，我是少爷的助理。我现在已经和你们少爷结婚了，总该知道他叫什么吧？少爷会亲自告诉你。他多大年纪了？做什么工作？少爷会亲自告诉你。好气啊！你有少爷的照片吗？既然嫁人已经成为事实，我总要知道自己老公的高矮胖瘦吧。有。啊，给我看看。不行。少夫人请。从今天开始，少夫人住在这里。这是李叔，别墅的管家，你有事情可以找他。少夫人好。你好。啊，你怎么走了？少爷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还有事，有问题你问李叔吧。少爷今天不回来，二楼右边第二间是您的卧室。啊，这个人眼神好严厉，肯定不好相处。我去休息。请。我的安岑，你竟然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嫁给了一个不认识的人。他怎么样了？少爷放心，少夫人已经上楼休息。真要谢谢昨天算救你，不然我也不会和这个笨女人相遇。要不是她无心相救，今天的新闻恐怕头条就是我了。你的主人，他们口中的少爷到底是谁？慢慢猜吧，笨女人。
他怎么样了？少爷放心，少夫人已经上楼休息。真要谢谢昨天算计我的人，不然我也不会和这个笨女人相遇。要不是她无心相救，今天的新闻恐怕头条就是我了。你的主人，他们口中的少爷到底是谁？慢慢猜吧，笨女人。你迟到了。忘记定闹钟，睡过时间了。虽然我们是从小的交情，但你知道我一向公私分明。说说怎么回事？咦，你脖子怎么回事？安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跟你说呢，都扯正了。跟哥说说怎么了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快说快说，我们可是哥们儿，有难事儿都能帮你的。不知道，我醒过来的时候一个人在酒店房间。你被人算计了？是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。又怎么了？小少爷和夫人又在吵架，他们砸了好多东西。我马上去。走吧。去哪儿？我们等会儿不是还要去见客户？先陪我处理点事儿，一会儿直接去酒店。你蠢得没救了。早知道你这个反应，我就不说昨晚的事儿了。你怎么能这么笨？蠢蠢。你再不进去，你大伯父和大伯母的房子都要拆了。叶少说的没错，被自己的姐妹算计还莫名其妙结婚了，我的确蠢得没救。啊！HC 集团董事长霍廷深，他怎么来了？安岑。霍总认识我？霍总，您有什么事吗？和叶少棠保持距离。这个好像和霍总没有关系。你结婚了吧？如果结婚了，就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啊，他怎么知道我结婚了？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长辈的事情你少插手。换女人比衣服都快的叶少要跟我谈婚姻？哼，我女人多，证明我有魅力，你比得起吗？没兴趣理会你的事情，但我姑姑的事，我会管到你。大伯父的事，我也不会放手。我们约了客户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不用怕他，你姑姑一定还是我大伯母。啊，谈完工作放松一下，这里甜点不错，要不要来一块？我带来的姑娘都说好吃。啊，敬谢不明。啊，你能不能换个手机铃声？不能。宝贝儿，想吃西餐了？可我现在在工作哦。宝贝儿，乖，下次再带你去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魅力。这次是丽丽还是莎莎，或者倩倩？总不会又……不要脸的女人！你谁呀？你这人勾引异兽，真该打！冤有头债有主，哪个人对不起你，你就该把果汁泼到谁脸上，而不是在这儿随便找人撒泼。赶紧过来处理掉这个麻烦。我也没办法。叶少棠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嘛，幸好宝贝素颜，不然花了妆多丑。啊，
叶少腾。你说你爱我的，你明明说只叫我一个人宝贝的。哎，怎么什么话都信，真是个傻姑娘。你醒醒吧，和他交往的每一个姑娘他都爱，而且都是最爱，他就是个渣男。我不相信。宝贝，以后不可以这样诋毁我哦，会影响我男神的形象。啊，滚！哼，宝贝，今天你居功至伟，放你一天假。怎么什么话都信，真是个傻姑娘。你醒醒吧，和他交往的每一个姑娘他都爱，而且都是最爱，他就是个渣男。